轉眼又三年啦，呢次咧又到選舉嘅時間，希望我哋新嘅理事咧能夠係好似以往一樣咁樣齊心合力，將香港嘅粵劇搞好，令到粵劇咧喺香港植根，受到政府嘅重視，亦都係宣揚出嚟去海外，令到粵劇咧能夠可以薪火相傳，一路繼承落去。因為香港粵劇咧係一路秉承古老嘅粵劇咧，有我哋嘅傳統嘅優點，係值得保留嘅。咁希望新一屆理事咧啊，能夠秉住咁嘅心咧，能夠將粵劇咧更加發揚光大。